哎，又晚上了。防守是要清晨哦，哇，那冰块应该是好几卡车欸，蛮多的。改一下标题好了。还是还蛮脆的啊。
蓝冰。不是，我是说身上满了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我这边应该还有几个，还有两三个修克可以装吧。船我这边有，没问题。才能上御水，但是工具和武器应该不用吧？毕竟那些模板是否装备都要嘿，太狠了。是还好啊，毕竟。除非掉到世界外面，不然这些东西应该是不太容易被毁灭的。哇！直接立起。Hello， 一雪无安哦。看现在掉到世界外面的可能性有什么？在我们盖那个休克 farm 的时候，不是，是要把休克运回来的时候 ，maybe 有机会掉到世界外面了。酷炫的钓竿。Java 版可以吗？绑在船上，要把它运到船上，然后用钓竿钓。因为我忘记是 Java 还是 Bedrock 不行了。All achievements be run 我到现在还没有挑战过 All Achievement。那个全状态拿到实在是太困难了，我觉得。哎呦，身上用完了。好，一整盒。蓝冰，是说要留冰块还是留蓝冰啊？因为冰块我之前也看过冰块农场、欸，尖冰，它这个可以合吗？这可以直接弄成蓝冰哦！有这种事哦！原来可以吗？
啊，麦块玩到现在我才知道。哦，这个可以直接合成蓝冰哦。嘿，我现在才知道。先弄成配没有挖起来就是了，挖起来就已经是了。因为最贵重的应该是蓝冰，最贵重的我记得是蓝冰吧。我想说，那全部弄成蓝冰就好了。对对对，因为蓝冰的那个 texture 还不太一样，特别滑，特别硬。没有，因为我们现在只是要把这座冰山铲掉而已。那不然我就留一个休克的量好了。这个休克满了，那其他的我就把它弄成蓝冰。原来可以弄成蓝冰吗？麦块玩到现在第一次知道的配方。真是太惭愧了，玩这么久了还是有不知道的配方。开船特别快，没错。而且是 so simple 的配方。我觉得这座挖完之前我的稿子就要回去修了。我现在大概有上御水需求的，就是手上这一把丝绸之术的稿子。叮叮当当，对啊，要分颜色啊，不然以后就只能用命名牌啊。用命名牌也是可以啊，只是就没这么直觉，要多看一眼这样子。因为像这种需要大量用到丝绸之术的稿的场合，其实没那么多。睡个觉。会节省超多空间的，如果弄成蓝冰，9:1，九组直接变一组，哇，魔术大空间，原来是替打。好久没看到电视广告了。那我的斧头可能要拿出来。哇，这座冰山就这么刚好的覆盖在这个 Ocean Monument。正上方，完美的覆盖。
舒压的别人。只要我的稿子不要直接爆掉。这样我突然想在我的哈扣世界盖一个冰块农场啊。烤鱼，你说那个吗？没啥那边的。我之前有拿回来一些啦，因为之前有去那边挂过。还是说 HQ 的？那边箱子太多了，看那些那个蜂巢旁边的休克有没有了、啊。哦，这种东西可以做成蓝冰，是对，觉得对我来说是超级重要的资讯。等一下要回去修个稿子。稿子也差不多了，稿子可能再顶多再挖个一两层吧。快，这边多少？69 69 nice。所以海平面60嘛，大概在九层。嗯，差不多回去修一次差不多。Garden， 我都觉得它要飞出来了。哦，大概连一层都挖不了了。看一下，
OK，那稿子。哦，回一趟 HQ 好，我还是把这个，把它弄成预水稿啊。-1760，然后2200。对，这个框框里面。我现在身上只有这些。然后我需要回去一趟，因为我稿子要爆了。我看日本村是这边吗？也可以啊。那就这一箱还有稿纸。哎呦哎呦，滑好远呢！还有休克吗？还是我就把这个带起来，用这个装好看要装多，看要装多少啊？那就这两盒，OK。这个没有丝绸之处，这一把没有丝绸之处。然后直接消失。我觉得这样滑好有趣哦。OK。可以继续。破冰 ASNR，
Hello， 卡路西午安哦，挂台来点数 ，OK 的。其实我也是开台水时数，我们利害关系一致。拿点数，我要水时数。阿舅，靠在啊！我刚刚怎么飞起来？点数是假的，赛马娘才是真的。刚刚特效有出来吗？为什么我每次都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看到特效？还是已经跳完了？有 ，OK。帮 JBC 未来出房子 EABC， 老板看到不要先把那个床和那个箱子收起来。就那个中介箱，对对对，然后床还有那个床。砖，啊哦！他竟然伸出水面打我呢！回来了，哇！打了就跑了，快到水面了。有人欠揍。
OK，Shocker。遗失的人生 mess， 然后对上这个蔡斌数据。我是没想到，我反而是邦邦先达成目标。弗罗水卡反而哦，真的很难欸，各种难民欸，弗罗水卡。要嘛没钱，要嘛没种子，要嘛没水滴。现在水滴是结束了，现在钱剩钱和种子不够。比较想快点从普罗塞卡逃跑了。现在挖到水下面，可能要先保留最外层，这样才不会灌水，比较好挖。物理上可能，啊，我真的觉得现在物理上可能已经变成一个，已经变成一个 mean 了，变成一种 mean， 一种嘲讽，物理上可能。这个面哦，原来音乐游戏的，因为某个音乐游戏，他一直宣称说他的那个他制作的内容是两只手指，就是一只手一只手一只两只手嘛，分别一只手指就可以游玩的音乐游戏，但其实要这样做能这样做的人能这样做到的，其实非常的少，非常的困难。所以这种物理上可能就是理论上可以啦，但是做得到的人又不多，大概是这种感觉。那是游戏制作的官方自己这样宣称的，但是真的玩起来会觉得很晒，然后会觉得官方我个人觉得官方其实有点傲慢。就是 很少玩音乐游戏玩到这么生气。自己都在玩自己的梗，哎，史酷菲斯兔，看看喽，他再摆烂下去，我肯定也会生气。我已经有点生气了，但是还没有那么生气。这底下还是一格一格的水在里面哦，好像也无法保留了这样。就是史酷菲斯兔，我还觉得没有 AS 那么对。
反而是 AS 变成 Love Life 系列的 The Worst。但是 maybe 是因为哇，它的游戏定位不一样，毕竟你不能把 RPG 来当成音乐游戏，对你不能，你不能把 RPG 当成音乐游戏。扩聊剧情，确实，但是该怎么说呢？可能我自己没有弄清楚它的游戏定位，这也是窝的问题。开始头晕了，没关系，听这个叫什么破逼的 ASMR 就好了。谢谢卡努西。还是会丢钱下去的，我已经丢钱下去了。AS 刚出的时候，已经氪了两单油了吧？我记得那个时候。我突然想到，哎呀，这个 Love Life 啊，终于有3D 的系列啦。Sorry， 我错了。石窟飞是吐哦，目前不会。刚开服的时候是真的有点想，只是因为碍于没钱。啊，这是蓝冰哦 ，fuck！ 我想说颜色怎么不一样？先把边挖出来好了，这样就可以。哎呦，兄弟他们啊，会发现没有丢钱是对的，嗯，真的，确实，还好还没丢钱，实在是太垃圾了。这边全是流进来的吗？这边还要盖掉吗？感觉都是水源欸，这里。
啊，我有海绵啊，等一下。我身上有两块海绵，突然想到了。在哪来着？不在这。找到了，失败。OK， 下面这种破洞会越来越多，这也是蛮正常的，毕竟这已经在水面下了。拿去烧。那次踩过一次，跟他想再来一次，所以这次算学乖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显然官方是没有学乖的，所以说那个 UR 的素材什么时候才要还我们？说检讨中，我看还没检讨出一个所以然呢。光是你活动 UR， 我都不够觉醒了。再一年了，再一年一定撑得了一年吗？是返还素材，好像也没有到一年那么久了，至少是我还没退坑的时候他就返还素材了。然后呢，然后我也没有多玩多久了。
还没有先放我身上。克六位数，不是台币，是港币的话也有点恐怖啊！哇，六位数港币耶，大佬。马娘氪六位数，马娘氪六位数就可以理解了。我有钱，我也会这样氪吧。啊，不管哪个啊，日元也不少。说实在的，只要是六位数。哎、欸，这箱子是啊，这箱子是我的。不知道 Ocean Monument 的顶离这些冰到底还有几层，因为这些冰已经挖到了，这些冰已经镶嵌进去了。也、欸、真的，哎、欸，蓝冰，哎、欸，蓝冰我挖好了，我身上有。哎呦，好亮！这底下都是水。对啊，他甚至连 Ocean Monument 的墙壁都破坏了。冰块的鸡皮机墙，真的。DNA 的差距，是是是是是，就像那个 GM 版的那个 Ruin Portal， 强过一切，在哪边都出得来。下面还有没有东西？还有啊，
哎呦！感觉这样流一流，每个都是水源哎，流不完。还是要倒水，哇，没关系啊。是要拆到他的头顶哦，还是拆到海平面啊？拆到海平面，我们这好像也差不多了。因为那个影片我还没看呢。下雨喽！下雨冰块就变得超蓝了。嗷嗷嗷！
这样会手麻，换个滑鼠垫。切平就好了吗？还是要继续往下挖？比如说这边是最高的地方，跟这边切平就好了吗？看一下，应该是对称的啊。它这个到底是哪个部位？为什么会这么突出？这个倒水是一定会深啊。喂，一个掠夺者生在那上面。我在想说，安德是那个形状吗？笑死了。他下来了。他会不会被 Guardian 干掉啊？仔细想想。我让他被 Guardian 干掉好了。Guardian 来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来上船，你会上船吗？好，然后再到海中央。哪边Guardian最多？我看一下。大门在这嘛，对不对？
啊，应该可以了，应该可以了，只要站高一格。哎，嘎点不瞄他啊？为什么？哦，他上嘎点上船了 ，fuck。蹲下来是打得到。我把该点弄掉了。哇！我直接刺在船上，船呢？船没了。船还在。有没有比较多的地方让他们打？感觉这边就很多啊。管了，就这边了，没有就算了啦。我们去挖其他座吧。那这个要放水进来吗？还是我们要一直把冰层挖？因为这边好像已经是高度了。
一下好了，透过 iPad 来看一下影片。Crafting table。为什么这个引导没有引导到 YouTube 的 App， 反而开启了？哎，没有。好夸张的量，对不对？就只要选定一个角落就好了吗？嗯，真的，如果是一个角落的话，那搞不好我们不用这样挖。角落那个 chunk 吗？我看一下，它是一个 chunk 吗？好像没有完全的 match 到一个 trunk 里面，但是大部分是。所以它角落的四个 trunk 之类的，是不是？喝个水。
你看他这个多大？我看一下。哎呦喂，怎么跳掉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，大概一个 chunk 吧。所以是 Ocean Monument 选一个 chunk 这样子，角落一个 chunk。那感觉，我看，受阻挡最小，这边这边是哪里？东南角这一个 chunk，这边我们搞不好可以直接盖，就是连挖都不用挖。我三叉戟，东南角这边。如果他只是要 Ocean Monument 一个角落的话。虽然我们挖了整座冰山，我就当拿素材。上层不影响。我是说它，因为它有一个盖在海平面上的那个 portal 嘛。主要是看那个角落的位置，不是吗？对，所以我们就是找一个没有受阻挡的 Ocean Monument 的角落，然后盖 Portal，这样就好了。我的理解也是这样。然后目前有一个没有受阻挡的，就是在东南角这个。16×16，我看一下，17×17哦，12345678910111213141516，这个受阻挡非常少。这个角落，这个 corner 几乎没有受到阻挡。哎呦，中介组不行啊！哟，我的床没有捡回来，哇！
就这一块喽，感觉 OK 欸。这边的阻挡已经清掉了，可以直接盖一个平台出来了。我看那影片，下面是灵魂沙嘛，那上面是那个叫什么？阿西巴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东西？音架。然后我们的，我看 ，portal 如果是这个角落的话，那就是还有其他地方。其他的东西，高空那个我是还没看到，毕竟它影片二十多分钟。但我觉得，就音架和灵魂沙的部分，搞不好已经确定地方了。看一下他这边怎么盖。它只有一个 portal， 地狱那地狱里面就有一个 portal， 这样可以，这样会运作。我以为是像那个凋零骷髅那个两个 portal 在那边。对啊，我看他的那个 portal 上面有一个那个 clock，
但是不是很懂那个原理。哎呀，原来六分钟才开始盖。嗯，不是，应该说到现在盖嘛，还是这边？哇，这边几乎就是海底耶，这还蛮方便的啊，这个。海底就跟这个一样高。盖盖应该是。应该是不急着今天盖啊，今天就是选好地址，然后看看位置，这样。OK。盖完以后是不是在升级？怎么说？比较保险吗？还是刚好备份啊？嗯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一周之内才会升级，我们还有一周的时间可以考虑，可以来盖。因为今天我是还完全还没看影片啊。跨版本可能是测试变音。是没错啦，虽然变音应该是比较少，因为这次改版。
就收一收回去啦。水深会不会影响出怪率？水深会不会影响出怪率？我觉得浅的话，搞不好深怪率比较高，因为冰块要不要挖完？不会吃到这边的啊，只会吃到那个深怪 chunk 的那边而已啊。就是我们选定好的 chunk， 就我们会在这个角落盖嘛，然后 AFK 会在也是这个方向的空中嘛，所以会变成说128半径128只会吃到。这个角落、啊、或者是说如果有其他角落吃到的话，或者 其他地方吃到的话，就要把其他地方给盖掉这样子。哦、反而是其他地方哦，因为这边会有冰啊，有沙、啊、什么一大堆的。杀这个还好，杀这个火把擦一擦就好了，因为应该是盖在这附近。杀应该没事，那就 OK 啊。我看他影片的盖法应该就是让128冰块要挖完嘛，就看需求吧，毕竟要挖的话旁边还有啊，并不一定要挖 Ocean Monument 上面这一块啊，就看要多少吧，因为老板刚刚给我的钻石稿现在在我手上大概剩四分之一。要的话就把它挖一挖也是 OK 的。要倒水，可是深怪不是只吃那个角落的深怪吗？就是灵魂沙只要铺大概多少，17×17是不是？然后它就一直上去。对啊，因为那个角落其实灵魂沙铺的范围其实跟我们这边并没有重叠，所以灵魂沙铺的范围大概是这个中介组跟对面那一根所围的方形，所以离我们这边其实有段距离。对啊，对啊，我刚刚数了一下嘛，
就挖到60这么高吗 ？Y 等于60这么高 ？OK。这边被我挖下去了好了，变相考古啊，我觉得。
看。冰上面，我记得是会耶，只是他一直没升，我也完全睡个觉也可以啊。走之前要点亮，也好像也不用吧。到时候来的时候挑个白天来。
没错，要交换给你吗？这个角落吧。稿子先换回来好了。Okay. 这边，往西哦。这边冰这么大，搞不好不止一座，会不会？失败，两根烟火跑到乌贼广场，不是广场，农场 ，farm 直接变成 square，what the heck？三根跑了3000格，可以。三根烟火3000格。这声音超像音阶盒坏掉的声音。同步了耶。都是算三个一起响。哇，一卡车的冰块要放哪里？怎么才好啊？
哇，玩麦块怎么，这么容易晕，这么容易累啊？我是要看诶、欸，就看那一天的感觉，因为像我之前玩 hardcore， 一次玩那个几个小时，其实都不会晕。就是我玩麦块，可能晕和累会同时出现，晕可能是累的表现这样子，我不确定。就我累了，我就会头晕，因为通常是不会的。嗯，我这边两箱，然后大概还有半箱的这个 Blue Eyes， 叫 Blue Eyes 吗？对，没有啊，一排的 Blue Eyes。啊，我先去个洗手间好了，等我一下。挂着。
哦，我好像没什么地方放。药水那边啊，看一下。你说上面那个箱子吗？绽放。我看这上面1:1嘛，这上面也只放四箱。我看，其实好像也还可以。这边我觉得 OK 啦，目前也还够。就直接丢到木桶里面。然后我看这个地狱之心和这个凋零骷髅头应该可以合在一起。外面不要放凋零骷髅，外面放地狱之心好了。还可以，反正目前这边都是空着的、啊。既然都是绽放的话，我想那就先绽放这。看要不要放个什么3×3这样子。我也做这些。这个好像是老板哦，这个盒子。
差点拿错。哦，去修个装备应该就差不多了。矿车不知道去哪了。算了。是让它摔下来，摔在蜂蜜块上面吗？银架上。黄金农场 ，sorry。我想说，怎么会一刀挥不死？Okay.
下面是分类机是不是？所以是黄金，黄金会直接下来这边啊。还是需要什么开关？这个拉杆吗？Yeah, silence. 所以这些 nuggets 我们还是要自己合这样子，会下去的就有ingot这样子。要自己喝，然后再丢下去。是这个吗？有有有。说不太清楚是不是？我说那个 nugget， 那个这个、哦、nugget， 我们要自己合成 ingot， 然后丢这边吗？白色盒子里有 block， 好、oh ，是丢这一盒吗？有漏斗的这一盒，通通融合。我想说，是刚刚下来的部分。哦呦，这么多，这个量好吓人啊。都丢进去就好了吗？会有速度的问题吗？还是没差？OK，
哇，看来有些素材会塞车。41哦，会停在41哦。嘿，文学出现在广告哦、，sorry， 哦，所以是让他们穿了皮革靴这样。哇，这工程有点大。这边可以上去。我看看。这是最后的地方哦。爆了。看一下啊，哇，黑石这么多，最后一排爆掉没差，那目前就是还好啊。灵魂急走山，那这边什么会把它烧掉？多的会烧掉。那应该还好，哦，这边都可以走了。这灰色的这个玻璃，我都以为是空的。啊，东西没在推哦。
这样是正常的吗？还是量还不够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对面那个是什么？养猪不灵的地方，养猪不灵的地方。哦，你说为了这个交易的，是不是？然后盖一个养猪不灵的，哇，大工程。三十只不会挤到，我以为二十几只就会挤到了。每次还要先穿鞋子，呜，皮革靴啊。上得去吗？欸，应该可以，够高。矿车直接再一只分出来，这么猛啊！可以过去看看吗？会不会触发到什么东西？哎，降落失败。哦，所以现在不会升了。这个开关是不是？我看这个一拉。然后这个会充能，这个充能有反应，有反应就推这个，推了这个，把这个推走吗？把这个推走，然后侦测到变化，
上面是对什么？传递讯号用。对啊，就是这个一推，音架移走嘛，移走，然后侦测器就感应到，然后那个就会活塞会往前推。上面是飞行机哦。真的耶，所以是这样拉一格，音架拉一格，音架会全部没有吗？还是它会维持原状啊？所以这个拉一次就要叠一次音架，音架不会动，但是会有讯号，它还是会算变动这样。诶，然后上面升怪，飞行机推过来，怪会到这边。会到蜂蜜上啊，看一下我们的史莱姆农场。史莱姆砖应该还够用吧？看来还够。沼泽的水看不到外面。
那差不多了，可能明后天吧，就把那个 Guardian 农场盖起来。明后天，假日，最慢礼拜天盖完。然后就差不多，哎，模组什么的宅一宅，我们就可以升到 1.20 然后升到 1.20 升到 1.20 就要开始探险。找樱花，然后考古，然后找模板。远古城市里面是不是也有模板啊？哇！哇干 ！AC 妈最难找了。啊，找 AC 哦，哦，噩梦。啊，我那哈扣模式也是一次找到两座，我就觉得蛮幸运的。攻了一座，另外一座还没攻啊。虽然有点想用 Warhack， 用那个 Piston。好了，那先这样吧。突骑就先这样吧。那明后天，看啊，因为游戏想打再打，不然我们就来开麦块来盖农场。OK， 兔子先这样了，感谢各位。啵啵。